32%。喂，好，正好差不多。哎、欸，请说。哎、欸，请说。我就问你两个问题。是。哎、欸，你有认真想做 YouTuber 吗？啊，有啊，怎么了？看不出来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那你说你没拿到钱，钱去哪了？第二个问题还没到，第二个问题还没到，第二个问题不要那么急，还没到第二个问题。那、啊、你怎么？那、啊、你怎么看不出来？你怎么看得出来？那为什么订阅在20几万都不会跳？那不是我问题啊，前面不是我想法，前面是另外的七万是第一点，第二点是，那、啊、所以你觉得别人比较有比较好吗？喝5杯矿泉水，然后说哪一杯矿泉水，吃4盒阿米茶，然后说哪个阿米茶比较好吃，所以你觉得谁的七万比我好？你觉得谁的七万比较特殊？你讲。我觉得都不是都没有到很美好啊，但也不是我的问题啊，难道是观众的问题吗？你能怪到观众吗？啊？难道是观众的问题吗？不是，也不是观众问题啊，所以是我问题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在问你嘛，有没有想做嘛？啊、我没有说你不好，我觉得你很棒啊。对啊，我说想做，然后你感觉不出来啊，是你的质疑。对啊，我的意思是你的订阅数没跳，我感觉不出来啊，我没有说你做的不好。我觉得你很棒啊，我觉得你很可爱啊。啊，订阅数也不是我问题啊，之前又不是我的想法，订阅数起不来关我屁事啊。那也不能、啊、那也不能怪观众吧？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、啊，那你说你没拿钱，那钱到哪里去了？什么钱？都什么钱？你说你拍片也没拿钱啊？啊，他们也没拿钱，那钱去哪了？都拿去养员工了吗？工商的影片没有啊，工商的影片就是分钱啊，那一般的影片根本就是付出啊。所以你在你去问那个专业的，一部影片大概20-30万点阅，大概就是。台币就2-3千块而已啊！看来我们每部影片的成本是2000块，我们狗一下的成本就要9000多块了，你觉得够吗？那怎么办？你现在在做赔钱？怎么办呐、啊？赔钱生意、啊、你就不懂，我就跟你讲嘛，听我讲嘛。好，你说。就凉拌呐、啊？什么叫凉拌？凉拌你根本没讲啊！我讲嘛，就凉拌。完了，公阿小啦，听阿伯啦，什么凉拌？不是，那意思是你们要想你是老板呢、欸，还是你不是老板？你是老板吗？还是老板是？哦、我现在是啊，怎么样？跟我讲就好了。那你要想办法，你是老板，你出钱的是你啊，你当然是你要想办法，什么凉拌？你这样子不就是在亏欠我们这些支持你的粉丝吗？因为我就看光安叔给钱的，那、啊、你就 YouTube 讲啊，你就跟观众讲、啊。所以你是老板，你要想办法让光安叔起来啊。对啊，我在想办法啊，所以呢？所以我在给你建议啊，什么叫所以呢？你怎么可以耳朵这么硬？给人家肥好了，我建议你先多赚一点钱再嘴炮好了。讲什么嘴炮？那不是啊！你要讲的是要怎么做到，不是直接讲那个问题。那、啊、你跟柯文哲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要怎么做到是你们的问题啊！你是老板呢、欸，我是你老板吗？那、啊、你跟柯文哲有什么差别？哦，国防要强，哦，经济要好，我也知道啊。台湾有钱，人民发财啊！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，谁不知道啊？讲个屁有什么用啊？那就对啊，那不是你是老板，我也知道。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、欸。还有土豆，怎么做到？还有土豆，怎么做到？好啦 ，OK 啦，我下一步口号就是蹦蛙重开机啦！你怎么走啦，鳄鱼？他有病，他有病啊！我要去洗澡啊！不是啊，他那么生气干嘛、啊？气什么气啊？我讲，我是给他建议，我没有喷他，奇怪，我没有羞辱他老妈，他对我那么凶干嘛？我是给他建议啊，我是问他，他自己要开放call in，要那么凶，凶什么凶啊？奇怪。